这个应该有可能是什么？那有可能是肿瘤，可是还是要采样看看。我看他呼吸很急促哦。嗯，他现在整个那个鼻窦，对啊，鼻子都好像没看到了，都全部都肿了。如果是肿瘤的话，也不可能开刀嘛，因为他在鼻子那边。对，他这边没有办法做，他这都只能用一些化疗药物去先试看看，治疗看看，那真的没有效果就没有办法。他看得出他大概几岁吗？看一下，因为他其实蛮老的，蛮老的，掉超至少应该七八岁应该有。七八岁，嗯的，也是要做一下那个化那个血液检查什么的。对，因为他如果要用化疗药的话，可能要先做血检。对啊，我看他呼吸好像，而且他流鼻脓流得很严重。为什么？哎，我看他鼻子都快不见了呢。对啊，他整个那个都塞死，他堵塞最严重。